可以啊，可以，对，没有撞墙上最完美。这里稍微有刮蹭，但是紧接一波调整以后，路线还是掌握的比较好。对，但是那一段路确实是最完美的了。这个，幕前幕后全揭秘，选手八卦大挖掘。嗨嗨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飞车嘚不嘚，我是本期主持人 Messi 禅师。春季赛于4月7日拉开帷幕，新一轮的极限挑战也已经开始。而我们今天，还是快点，准备吃饭了呢。你先别闹，你先等我先说完。而我们的节目本期也请到了三位重磅嘉宾，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欢迎三位，欢迎三位。问宁清，哎呀，你的好兄弟死仔，在本赛季转会到了 RWK。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说的？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情况吧，所以也希望他在，也就是祝福他就好了。期待你们场上兵戎相见，好吧？大我要大义灭亲了。那话不多说，我们进入到下一环节，众口难调。主持人提出问题后，三位选手共同作答，若三人回答一致则各记一分，若三人回答不一致则多数方积分，少数方阐述理由，若晚回答或不回答则算作弃权。 Go！ 俱乐部谁最爱赖床？就是他自己都说自己了，那没办法。签到的时间还是能正常起来的是吗？房间费由我贡献了呀。各位新闻选手的消费由赵公子买单，赵公子买单。最大的劲敌是哪支队伍？ RSG 吧， RSG 跟 RMGM 那种，还有 RWK 三个 R 的都挺强的。骄傲教练凶的最多的是谁？明明啊，明明明明。你叉叉让你稳住，你跳水年轻慢了，这个是不加分的。明明和诗诗各加一分啊。我这个没有针对你啊，有点想不到呀。你那个小脑子转的那么快，我才不信你想不到呢。行，我们线下见，禅师，我们线下见。线下见。在狼队队内，这一整个休赛期，谁胖的最多？都瘦了，都瘦了。谁瘦的最多？明明我呀。你瘦多少斤？大概11-12斤吧。大概11-12斤吧。这道题诗诗和宁青加一分啊，敏敏不加。为什么？你是针对我呀？你这是，哎，我这个没有针对你啊，这个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是你慢了。你想想是不是？是吧？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懂得都懂。哎，禅师，我发现你好像又瘦了呀。我胖了16斤。我都以为你瘦了，我都以为你瘦了，你看着没胖啊。我把瘦眼微点关了啊。进行美羊羊配音，模仿其语气和神情，直到主持人满意为止。902、903。沸羊羊，你别这样了，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嘛。他还不是跟我一样嘛。不许笑。喜羊羊勇于尝试，这不是挺好的吗？那接下来有请敏敏第二段。沸羊羊，你吃东西能不能斯文一点啊？喜羊羊，你吃东西能不能斯文一点啊？没关系呀，男孩子这样才叫有豪迈呢。再打开一点啊，再打开一点啊。没关系呀，男孩子这样才叫豪迈呢。年轻诗诗觉得可以吗？可以，很有天赋。可以，可以，很有天赋啊！那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很棒，很棒。好，那我们再次感谢宁青、敏敏以及诗诗，同时也祝狼队在春季赛高送凯歌，一路连胜，辛苦三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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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为止了。如果想让选手们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在各平台评论区提出问题，我们会从中选择。大家下期再见，拜拜。有 ECU 的
情况下护盾充足，这里可以拉开一个比较大的距离，感觉再开天使挡一下，后续的人在小地图上已经消失了，而且没有飞碟。哦，有，哦，有了，哦，这个飞碟是在我说的这一瞬间扔出去的，哎，两个飞碟，哎呦，当我没说，哇，这嘴啊，三个碟，三个飞碟，对不起，我的天哪，严明道歉，我道歉了，很大声，真的，对于哈迪斯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对，刚才这个非常极限的一个侧身进阶，哦，啊，又挡了一下紫聪，是的。小美帝的话，其实在刚才出弯的第一个弯道，他的出弯路线稍微有点歪的。哇，紫聪这边直接硬顶落地一个弹翼，直接顶开了阿妮，以后又被顶回来了，被顶开了，直接侧身没喷。阿妮在前面领跑的稳定性还是相当高的，基本上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对，而且丝滑至极啊啊！哦，舍不得啊，又蹭墙，阿妮。跳确实对训练本来的时候有点难的，但落地之后的这一个点，哦，脱了，莫安又是一个大头飘，对，把领跑位置又给送了出去，还有悬念，但是莫安这边入弯比阿神还晚，这个悬念从你的口中脱口而出就没了，哎，对，哇，这里手速拉满，再来一个脱飘，这个脱过来，进阶再脱过来，可以啊，可以，哦，没有脱到墙上，最完美。这里稍微有刮蹭，但是紧接一波调整以后，路线还是掌握的比较好。对，但是那一段路确实是最完美的了。这个，哎，这边甩尾过来以后 ，RDG 杨随处于第二名，这样的话对于小哥来说就比较难搞了呀。但是这张图其实有很多难点，可能一个脱漂，啊，或者是杨随刚上墙了。哇，瞬间落后了这么大的距离，前面月上要。但是弹翼没出，对啊，这里又出现路线的偏差，那应该没机会了。是，这边逆接的速度很慢，啊，能接受。这里又是一波大的复位啊！杨随来了，杨随来了，没来，脱飘了，对，来了，但没完全来。这一波又蹭墙撞墙过弯，阿妮越跑越远。四个阎君，第一个弯道，我不信没人出事儿。哎，东方这边左磕右碰以后没有起飘成功。我哎呀，全部复位，全出事儿了。对，这一把就是第一名的争夺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对于念你来说，如果说他能够卡在不是第四名，那基本上就是第四名了。是的，念你的话，一波弹射是出现脱飘，所以是落到第四。能不能反超呢？反超了，反超过来了。看一下，而且来到左右的室内，宁夏这边再去进行对抗。是的，阿森也不甘示弱，再重新顶回来。剩下最后两个弯道，阿森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再去砍，宁夏现在卡在了前方，快半个车头，还是宁夏。还有一个导弹，接连能响，有个天使可以防。这边感觉一个磁铁加一个氮气也不好追啊。磁铁吸上来，这边的话是双风行道去了。这个双风的话，其实也不好走。是的，不好走，在最后冲线躲过去这个风了，还是能够完成出线。你看，这就是这张图，阿妮在前面跑的是真快啊！没错，看一下最后的几个弯道，基本上出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感慨啊！这四名选手在跑这张图的时候，其实完成度非常的高。没错，而在前面这一个点稍微求稳一些，使用到了一个进阶，把这个单机爬满以后，期待一下这一把的成绩。记录还是有没有机会？76，哎，8.04，领先优势。但是林星立马上来进攻了，两个人都上墙了。双方互卡，已经互相的连带。是的，这道太窄了。还是林星手速快，林星后续的调整太快了。对，这里再来一个氮气出弯，连续两个氮气出弯，三个。再弹这边拉车控一下这个路线，哇，好稳！这是我觉得为数不多的我们看到了进攻地在这里丝毫没有出现任何路线上问题的一个选手了。是的，最后一分36秒25冲线，四名再上来直接卡位，把红孩挡在了后面，以后再进一波补气，下一关呢还可以再上去刚一下，但是红孩钻了一波内线，直接把阿毛顶掉了第四名。这波飘飞落地以后，看一下阿毛这边路线还是比较完美。ECU 放完以后是直接顶到了前面的悟空，悟空再次从内道去卡位。
对，阿毛主动卡位，但是掉喷的却是阿毛自己。这一波 RWK 处于二三位次，后面阿毛虎视眈眈，红孩儿能不能比较接近？还是选用了一波弹射，悟空这边直接反超红孩儿来到了第二名。有队友的话，他撒不开手。对，你看他的每一个，对他每一个过弯路线都是以实战能够保护自己的同时去干扰对手的绝对路线。阿诺直接想要惯性去卡位，但是没有卡位成功的情况下再来最后一波断空飘，悟空稍微有点靠外，能蹭上星星猫，可以蹭到以后再来一个点飘，悟空顺利冲线拿到十一分。是的，太远了，对，太远了，两个弯道，两个大弯道。这边一个雷打过来，一个天使可以防，这里磁铁收益很大，对，一个飞碟扔过来没有干扰器，有一点要被追上了，被追上了，能够补过去。是的，在一个导弹不比最后冲线的时候，这个导弹瞄不到啊，感动完成冲线了。哎呀，没撞到，但是卡一下位置。对，但是集气会受到影响。果不其然，哇，这手速！阿诺刚才卡气满了以后，把节奏找回来，还能够再把路线守住。是的，这个反应力以及调整能力非常强势，而且 ECU 的路线更为完美的情况，直接反超来到第一。这就是王图的自信吗？没有，都采取到一个正常的跑法，但是失误了呀。但是他第二个断空飘还是这个距离，小玉先冲线，还有一直道口，感觉宁星这边已经有对抗的机会了。是的，但是不太好对抗了呀。稍微挤压长时间这边，哎，这第二次出弯歪了。